均匀油花，肉片轻轻涮两下，吸饱辣香。热锅里辣椒、香料滚出椒麻味，主打正宗重庆麻辣锅。九宫格用的是和牛牛油，过去强打烧肉品牌的进口肉商餐饮集团进军麻辣锅。只要重庆，我就觉得还蛮道地的吧。<笑>对，会想尝试看看。会啊会啊，自己比较喜欢一般的什么鸭血啊、有豆腐那种，有锅底的那种。没有汤的比较辣，好像不太行啊。 光听就觉得太辣了，九宫格煮火锅还有不少美味诀窍。中心温度最高，适合涮肉片，毛肚能快速起锅的往中间下。十字区块拿来煮蔬菜，四个角落是文火，像是猪脑、牛筋需要慢煮的食材，就能放着煮10分钟以上。重庆辣锅外带不是给豆腐、鸭血，是给辣油底料，可以再料理，差异化进军新一区国五一级展区。 新加坡国务今年来台展店也挑在信义区粉嫩装潢等用餐，还有编发服务。比一比新开的重庆辣锅，强调用和牛油，还有高空景观。新加坡品牌新国道地料理主打剥虾肉麻服务，跟中国的海底捞美甲服务和桌边秀异曲同工。看准台湾人爱吃锅，餐饮集团抢攻1年400亿元火锅商机。三立新闻郑祥仁、曾日谢淑敏，台湾岛。